你这么不还价，还给我怎么找饭？呜、好幸福啊！不对，我操，这是该给我下药了！我操，你在干嘛？我没干嘛。收拾藏什么？拿出来。什么都没有。我好心好意收了，你竟然恩将仇报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给我饭菜下药，说到谁？你看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当我傻是不是？圣宝，来日要圣号，就要喝圣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真行，你不行。等一下，什么不行？你说我不行？这什么意思？你高贵枯萎，卖不掉。干什么呢？打游戏啊！冲！说什么呢？啊，没有，我行的。叮叮叮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今晚那个。